来自印尼的马尔维罗。马尔维罗的教练呢是张月宇，也是来自张月宁，也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教练。嗯，漂亮，720度。哇，这两个难度衔接啊，非常的漂亮。侧空，旋子，落地非常的稳。再一个外摆360，印尼作为东道主啊，今天对这枚奖牌也是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，整套动作应该说是非常的流畅，至少到目前。